辛苦好事，你素还金无养活，看到这种结果，来！先把旁边的清掉。哦，我就只会那一句啊。太夸张了吧，这个人。啊。好，这边的人哦。头痛，头痛。不是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绕圈圈哦，这边可以绕圈圈。欸，你怎么开打啦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第一阶段靠近军可以蛮好打的，第二阶段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尽量引到他有障碍物的地方，因为我放的招式都不会被那个，哎呦，都不会被那个障碍物挡掉。可是建军的不会，建上新的那些招式很多都会，像名正剑法就会被那个障碍物给挡掉大部分了。你看，轻轻松松。这边的话就小心一点了。哦，这边都绕的哦。慢慢砍我也砍得赢，只是比较慢啊。命中率很低啊，被他卡住了，太棒了！赞啊，这就是我要的。只会有敌人啊，有点危险。这位置卡得真好，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啊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，好妖！那会比较慢啊，但是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这是卡同一个位置。哦，这位置蛮好抓的。哎呦呦！
就说打他不难吧。不要小心小兵啊。还有他的五行见证。不卡位就是一样啊，用那个苍龙直接硬干啊。且那个补品多的话，苍龙硬干也可以，也是可以过的。所以水才买那么多啊，我等一下可以示范 给你们看。用苍龙打的话，苍龙是也是一个观众教的，那个嘎抓狼教的。这个就很烦了。欢迎的，欢迎的。我这次打得很好，很顺。
你呢？啊！比上次剩多了，差了，我们花了8分钟，8分钟解决全力的这场棋。哇、哦，天哪，这次很顺。行，别够，行。我们等一下用苍龙示范给大家看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顺，好、哦。大家有跟上次的台的话，第六轮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我打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是靠苍龙去打的，还不知道可以用卡位。摸亏的话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弄了。好、啊，我们示范一下用苍龙哦，硬干他的话会怎么样？好。然后不带建军，应该是可以过了。只是按的手会酸而已。这个其实要逃，哎，这次他打不到空中的我，之前是打得到我不是吗？嗨，你这，然后可以过，可以过。对，好像没追空了。上次是有追空的。对，这次打很快。我就说，他跑掉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简单啊，让苍龙更快。我下来啦，哎、欸，我要上去啦。想不到你金鸡日出的全部，想不到你金鸡如此千宝，千宝。好了，两个打法啦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、喔，这样子血量花多少？1411158，
那个什么药水啊，一次一个人158。没关系，我不玩第三次的地狱模式的，我绝对不玩。之后就是玩简单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吗？哦，这样，哦，洪水省比较多啦，但时间快了很多。好，主要查下洪水的部分。对，查下洪水。也、欸、其实蛮顺的。